会怎么抢你买会？嗯，还有飞，会。现在你等我给我上去吃面，回去。会，快点。拌一下，加点水，好，撒点面粉，这你喊我干啥？喊你吃面。这，你这是哪样面？刀削面。刀削面？那刀削面管是啷抢啷抢钱啊？个才刀削面还？我不意思啊。这，我感觉这有点像卤豆腐那种面。有点像了哦。嗯。洗开了。哎，啥？洗了多少钟啊？洗一碗嘛。这我要给完两点。要得啊。再给我。给了给了。来拿水冲凉哈。没点汤。没点空心菜。啊来点油辣子。我觉得这酸汤拌面绝对好吃。比上次啊酸汤拌粉的好吃。我也觉得好吃。但是我要杀这个原味的。没有。我觉得我做的好吃多。还有我做蛋羹辣子，看到没？哎，这上有股茶叶味道嘞！你忘记啊？我们上一道不光打茶叶嘞，我把它磨成粉粉，然后加到面粉里面去啊。哦。啊，茶叶是绿色的哦，啥？怪不得我现在都在想有点呛。你刚以为啥？我感觉你可能是青菜。现在哪里来的青菜？我觉得我这凉拌的比你好吃啊。没，我觉得我这要好吃的，我加了这根辣子。这根辣子？哪里？外街头。我去搞点。说抓子有人拿点食要吃来着，你骗你吧？还够完没？你快煮点。我的。这里的。这几天的天气哦，小铁子干没有？我去看看。就是的哦，干嘛跟鱼干出来？在这。嗯。那鱼现在长大了没有？我把这里吃了，我们就坐着看看呗。